各位菩萨，大家好！今天是大家最温馨、最快乐的日子。为什么？我们全世界都在纪念母亲节，所以一开始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心经》，好不好？希望每个人都得到智慧，特别我们的妈妈。有快乐的智慧，不用担心。然后呢，当然也让看直播的人慢慢的进来。当然，我们念心经的时候，也要观想我们在让妈妈健康快乐，让所有流产胎儿得到解脱，让动物所有众生得到利益。只是一开始我必须讲，上回讲过观自在菩萨。为什么叫自在？妈妈再怎么样的受苦，替儿女受苦，她是不会退转的，她是自在的。就像爸爸妈妈割自己的肉给儿女救他，爸爸妈妈是可以超越的，这个叫自在。所以我们念心经要想到所有的佛菩萨。都像我们的妈妈为我们牺牲，所有的众生都像我们的妈妈为我们牺牲。我们希望所有的母亲众生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智慧，而得到自在。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先来念啊、哦：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南无般若会上佛菩萨。同时，各位也观想。我们写了很多往生牌位，包括在我们有个超度宝宝里面，包括很多祖先写的各位的往生者、堕胎胎儿、动物，希望回向的对象都得我们大家共修的功德啊！大家一起念心经共修的功德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再来，各位要观想我们的妈妈，最爱的人，包括胎儿，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给他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有些人念嘎嘚嘎嘚，波罗嘎嘚，波罗僧嘎嘚，菩提萨婆诃都可以。前面有前面加达利耶塔嗡。然后没加也没关系，然后大家观想我们最爱的妈妈，乃至往生的妈妈、累世的妈妈、一切众生妈妈都在我们面前。然后呢，所有的胎儿还没有证入空性的，都得到心经的加持，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而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要祈愿。像刚刚我在念，我就观想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在2年前已经死报，但是我想到她，有时候都会。今天中午我还特别为我的妈妈准备便当饭菜，我就有一点感动了，想要掉眼泪。我想是因为我感恩妈妈，还是妈妈想我吧？所以要有这样子的悲心去念佛、去诵经、去持咒，啊，咒就是以悲心，有这个悲心，然后诸佛菩萨的力量融入，然后就产生力量。去帮助你要回向的帮助的众生，特别现在我们你看
透过一部手机，我们大家就可以连线，就可以合作，一起慈悲，一起修行，一起超度，一起融入功德，太好了，各位要把握这个机会。所以我们来念啊，看到自己的妈妈爸爸最爱的人乃至最大关心的事情，都得到大家共善业，汇聚起来等比增啊，等比增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解脱吧，解脱吧，到解脱彼岸，大家一起到解脱彼岸，妈妈都圆满成就，圆满成佛啊！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好，各位，愿全天下的母亲，母亲不光是人。猫有母亲，鱼有母亲，牛有母亲，你看母狗多疼小孩，你看猴子，就算小猴子往生了，妈妈猴子会一直拿着它的尸体跟皮带在它身上。现在网络发达了，往往有很多影片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感动，一只母狗都快往生了，它还爬都要爬回去让自己的小狗有它的母奶喝。我们佛法最主要就是来自于对母亲的报恩，就像我们 汉人的出家人，我们都是为了报父母恩而出家。所以母亲节对我们来讲，特别修大乘佛太重要。一个人不孝顺父母，不可能谈慈悲，也不可能成佛。所以佛教里面谈空性，空性就是离开对方，就是离开父母，我们生命不可能存在，生命所有的存在都是互相依靠，互相为助缘，没有单独的存在，万法都是虚幻的，没有办法单独存在，这个叫空性。所以离开父母，特别离开母亲，我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我们大乘佛教讲菩提心，这个菩提心要从哪里来？那各位都会背了，因果七要义，知恩、念恩、报恩，知母亲对我们的恩，也知道七世父母、累劫父母，所有众生、一切世界都是我们的母亲，要知恩。对友情、对山河大地、花草树木，我们都要知恩念恩。所以知恩，那各位要一直去思维，思维到掉眼泪。而感念的父母对我们的恩，我发觉很多人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想爸爸妈妈还不太会哭嘞，有时候还会抱怨，但是爸爸妈妈往生了，我们一想到就很容易感动掉眼泪，这个叫念恩。那既然爸爸妈妈生我们养我们付出那么多，所以各位要看父母恩重难报经啊，乃至我们有出了一个孝顺经典的汇集，各位看一下。所以知道母亲、父亲、众生对我们世界、对我们恩那么大，所以我们一定要念着这个恩。所以整个佛法的存在，像我是个出家人，今天有饭吃，今天有信徒能够供养我们去买蛋糕，现在我借一个简单的地方住一两个月，真是感谢他们提供一个小小的地方给我很大的方便。有时候我最近自己在修行的时间比较多，不方便去外边买菜，像我今天为了母亲节做一个简单法会，我就拜托给我买一些面包饼干，都是这些居士，哎，师父不用拿钱了，出钱处理，甚至有些商店还知道我们出家人，哎，免费，真的是非常感恩。所以要知道我们活着存在离不了爸爸妈妈、世界众生，所以我们要一直意念这个事情，意念母亲恩，意念众生对我们的情。所以那既然知恩念恩，我们就好好的报恩啊！我想各位孝顺的人，爸爸妈妈生病了，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照顾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养我们这么大，
我们终于能够去上班赚钱，那各位更要拿到了薪水，能够供养爸爸妈妈多一点。所以我常讲一句话，爸爸妈妈没享受，我们不享受啊，最好的都是要供养爸爸妈妈，父母是我们在世间的佛啊，所以我们最好的都要供养父母。所以然后呢，供养父母这个基本，然后以这个基本懂得孝顺，再来拜佛，再来供佛，那更有意义了。所以今天母亲节是我们最知恩念恩报恩最感动的日子，各位要把这个感动永远放在心里面。就像我刚刚中午我替爸爸妈妈准备了一顿饭菜，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我就真的很感动，我希望我那个感动想哭的感觉永远都在，永远都在啊！这个叫意念等持，把持大乘的禅定，就是保持慈悲心，无量的悲心，保持感动。解脱道的禅定是我不要起贪嗔痴，但是大乘是以这个不贪嗔痴为基本，一定要保持对父母永远的爱报恩。那既然起了报恩心，那我们就要让父母众生快乐，叫起慈心，想办法。你看生日快乐有蛋糕啊、饼干啊，最好的啊，慈就是让他非常快乐。等一下我还要带着各位如何让众生洗澡，小小没关系哦，给他毛巾，给他热水，给他食物。众生要洗澡啊，众生要吃饼干啊，众生要生病要吃药啊。所以各位去帮助老人院，帮助孤儿院，去施食，去放生，去超度，去供养僧众，就是给对方快乐慈，这叫大慈弥勒菩萨。所以各位要每天要保持微笑快乐健康。所以各位常听我说，我爸妈在世的时候，我只要去看他们，我宁可把脸打红啊，口袋放很多钱啊，买了很多好吃的，爸爸妈妈只要笑一下一秒钟啊，这是我们活着生命最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自己永远不抱怨，所以我在这边拜托各位，爸爸妈妈如果在，你再大的痛苦不要让爸爸妈妈知道啊，你结婚了，哎呀，这个老公最近跟你吵架，你不要跟爸爸妈妈讲好吗？这才是孝顺啊，因为让爸爸妈妈不要担心我们。所以各位一定要做好，你有家庭做生意，你做人要健康道德，爸爸妈妈才会快乐。所以起慈心，我们除了用最好的给父母快乐，我们要让父母想到我们都觉得很快乐，不要担心。第五个起悲心，那我们要让爸爸妈妈超度离苦啊，一定要让爸爸妈妈去极乐世界。所以我每天啊，每天我都会拜爸爸妈妈，以我爸爸妈妈为准则，愿爸爸妈妈品位高升，早点成佛，每天都累积功德给爸爸妈妈。所以各位每天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祖师，就是我们的师父，供养父母祖先、冤亲债主、所有众生，每天都要念。所以我再背一次哦，因果七要义：知恩、念恩、报恩、起慈心、起悲心啊，然后要把慈悲成为我们生命的责任，这叫真上义乐。我一定要承担父母轮回的苦，我一定要为父母而愿成佛，这叫成为一个承担。我们讲的不是光我们自己的父母，众生都是父母，众生都对我们有恩啊，要有起这个承担责任。所以我这两天写了一句话，他们觉得很好，慈悲，而且吃素就是对世界跟众生的责任。既然要爱众生，让众生离苦，我们怎么可以去杀生吃肉呢？所以真上义乐要升起来，有这个真上义乐承担，才会第七发愿成佛的菩提心。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大家
感恩母亲，我们就要真实发起愿为母亲众生而成佛的菩提心。那为了要有这个菩提心，一定要有真善意乐的承担。那为了得到真善意乐，为什么要真善？因为我们是以慈悲做我们的真善意乐，成为我们生命的责任。那为什么起慈心悲心？因为知恩念恩报恩，知道父母对我们的恩。父母就是任何众生，任何一个小 baby， 任何一只小蚂蚁，整个世界。那各位就了解了空性。为什么接受所有众生世界都是我们的父母，完全不排斥，对我们好我们快乐，对我们不好我们承担，忍辱承担。就像地藏经光目女婆罗门女的妈妈在世不幸因果毁谤三宝等等堕落地狱乃至鬼道卑贱，结果光目婆罗门发大愿，地狱不恐，誓不成佛，众生度尽，这个叫真善意乐，以这样才发起地藏本愿，叫菩提心。所以我们除了世俗法让爸爸妈妈快乐，陪爸爸妈妈今天吃饭，带他买衣服快乐，送他东西，爸爸妈妈祖先不在了，我们今天还拜拜啊！今天中午如果你没有拜，早上没拜，晚上还有机会准备一顿你认为很温馨很好的饭菜，跪在佛前随便那个地方请爸爸妈妈来吃。那既然请我们的爸爸妈妈来吃，站在大乘佛教平等一切啊，所有的家宅土地公家宅武神护法神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也要替他们的爸爸妈妈供养。哎，各位记住，你家里有第几组啊？第几组也有爸爸妈妈，来，我们把他的爸爸妈妈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顺便观想供养，你看第几组快不快乐。所以我们今天要超度动物也好，祖先也好，胎儿，我们也要超度祖先的父母，胎儿的父母，所有动物的父母，而为他们变成一个生日蛋糕超度大法会，愿众生的父母护法神的父母门神水神，各位你家有用水有水神哦，有土地有土地公哦，有门有门神哦，啊，有火神就是灶公哦，那我们要让 火神土地神水神地基主的父母祖先都快乐。特别阶段疫情时间，我希望各位有些人没出门，现在聚会比较少，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报。你看在印度，哎呀真是我们急啊，每天这两天说41万，一天41万确诊，死了3000多人，其他地方地区更是如此。但是我们在台湾也好，我发大陆也好，我们这些地区还真有福报啊，所以感谢三宝的加持。但是各位要息息相关，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众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而为他们每天修福报。那修福报不要牵挂着啊，我只喜欢拜佛，我只喜欢读经，我只喜欢放生，而不是要缘起，就是息息相关。空性是跟万事万物所有众生产生关联，万事万物一切众生都是我们存在的助缘，都是我们知恩念恩报恩慈悲的对象，而为了他们而发起真善意乐的菩提心，而发了菩提心以后去实修菩提心的资粮，叫福慧双修，广修波罗蜜，十波罗蜜都要圆满，乃至六波罗蜜要圆满。所以用我们祝我们的母亲快乐的时候，而为母亲发起这个大悲菩提心。那为了要保护我们的大悲心不退转的菩提心，所以各位要了解无我的空性，不能有自己的想法个性脾气，不能有执着世间名利欲望，不然会着魔啊。这两天我写了一个为什么会着魔，有魔障，因为你有自己的想法，我要什么，我要土地，我要干嘛，不行。就像我以前在一个寺庙，我师父说不是光忙寺庙的事情，
整个寺庙外在的社会地区都是我们的寺庙，各位，屠宰场是我们的寺庙，医院是我们的寺庙，有受苦的地方是我们的寺庙。那一天我故意去参观一个老人院，里面的工作人员社工给我说，他们里面最高的98岁，最低的75岁。然后我也故意去他们餐厅去参观啊，我觉得很好，为什么？既然桌子上是一个位置，一个张桌子有4个人，上面写吃素的、吃荤的，初一十五吃素的，结果我发现有1/3的人都愿意吃素，那些老人。哦，那边有教堂，另外一边有佛堂，真是很慈悲的老人院。你不管你任何宗教，我们都尊敬你，只要你老人健康快乐，来世快乐。所以我就在那个老人院的佛堂啊，念了很久。听说这个老人院成立到现在将近50-60年，所以呢，已经往生很多人，我们就故意在那边助念。所以我想各位，老人院是我们的道场，胡木区是我们的道场。所以，透过今天，我故意找这个4点这个时间。各位可能陪爸爸妈妈陪完了，还没有吃晚餐，有时间啊，我们就故意来聊聊孝顺。但我想讲了太多的话，还不如去抱着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喜欢听的故事笑话，唱爸爸妈妈喜欢听的歌，让他快乐啊！你千万不要说爸爸跟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爸爸气死了。像我爸爸在世的时候，很多人很慈悲，也帮忙去看我爸爸。我爸爸结果说，哎，你跟他讲一下好不好，我都还没要死，要大家都要叫我念阿弥陀佛，这样。所以我跟我爸爸说，没，爸爸念10句就好，这样你讲才有力啦。啊，我每天帮你做很多善事，你一天念10句，他说好啦。安尼就好啊，因为什么？相信发愿，但是我不能一直给他爸爸你都唔念阿弥陀佛呢，你的气息，买好食的给伊吃，陪他看他喜欢看的电视，散散步，啊，像我以前我妈妈在世，我找他，我只讲我快乐的事情，妈妈我给逗一逗，他就很快乐，他知道儿子很健康，很快乐，做了有益的事，他就很安慰，他并没有说要学佛了。但是我妈妈至少相信一个出家人的儿子不会害他，最后他知道自己要走了，医生说要住安宁病房了，我给他讲阿弥陀经，我给他讲未来会怎么样，他相信。但是呢，当然我们要承担父母所有的痛苦，广修所有的功德都要供养父母，连生命都要供养父母。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孝顺父母，孝顺公公婆婆，一定要一定要。如果你希望你世间的感情快乐，乃至你教育儿女快乐，你一定要从孝顺父母、超度祖先，这是基本。如果能够做到如此，那我们就具备了很大的福报跟诸佛菩萨的加持啊，鬼神都会尊敬你，得众鬼神亲，那些魔王鬼王冤亲债主会被你超度。所以很多人在问我说，师父怎么超度老半天，你们说有冤亲债主有业障，我怎么老半天还在生病啊，还好不了啊，为什么？业障没消除。业障怎么消除？业障的根源是心态啊，我们是因为有心态，有贪嗔痴慢疑而身口意造业而有业障啊。你不断的忏悔是可以消一点业，但是你心态不改变，你还保留嫉妒心、嗔恨心、抱怨的心态、傲慢的心态，那业障很难消啊。那你心态不改变，冤亲债主不会超度的，他不甘愿哦，你给我贿赂哦，一直给啊，这个是一个善心。当然你供养他东西，供养他功德，他很快乐，但是他认为你不改变心态，他不会超度，他恨你，你当初就是因为这些心不好杀了我，害了我，你现在用多少钱巴结我，他也不甘愿啊。除非你那个杀的心没有，就像一个做太太的，你先生搞外遇，你怎么原谅他？
除非这个先生已经断除外遇，断除邪淫，不可能再去攀援跟别的女孩子，你才会原谅他。他给你多少黄金珠宝，你也不会原谅他，因为你知道他还在，这个先生还在外面对不起你，他当然不会原谅他，那怎么超度？所以我想各位，我们讲那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心，佛法是调伏内心，自尽其意为根本，然后你这样子的心态来为他念佛啊，以这种清净绝对不再造恶的心，而且一种不会报复的忍辱悲心，而且承担他生命责任的，愿为他，愿带他，愿让他先成佛的菩提心，对方不可能不超度。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个网站，海涛法师超度堕胎胎儿，各位不是我在超度啊，只是因为有些人一直透过各种管道希望我们这么做，然后我只邀集大家一起来超度啊。那讲到这个，各位你要超度就要超度，放在那个日日超度的留言区，然后不要写很啊，不要一直重复，因为你只要写一次啊，我几乎我也请其他的法师很多居士帮忙，每天有空就从以前有的把名字又浏览一次，从4月28号开始浏览一次，要有时间每个名字我都念一下，就像念妈妈的名字一样，念爸爸的名字一样，所以你不用重复啊，所以也不用一个一个名字写一个，你就全部在一个留言，这样比较快，但是大家一起帮忙好不好啊。所以我们今天愿所有现世的母亲健康快乐有智慧没烦恼，往生的母亲消业障脱离三途往生净土，进一步能够帮助所有的众生母亲世界母亲都能够离苦得乐成佛，才是我们最大的。那刚好线上有一个问题，我想我还是要回答一下好吗？你们不要再传问题来了啊。今天家里吵架了，妈妈很伤心，我听到妈妈伤心我也想哭，不懂为什么弟弟在母亲节跟他老婆 要搬走，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吵架，我该怎么做？我想你看到妈妈伤心你也难过，这就是一种孝顺，但是各位我们要了解因缘啊，人来投胎真的有是来讨债的，有人是来报恩的，有人来报仇的，是吧？所以可能你弟弟跟你的他的媳妇跟你妈妈没结好缘啊，所以一吵架就媳妇就因为这个媳妇跟婆婆两个这个关系本来就不是在术士的讲法就是不是结好缘了，是吧？如果妈妈对女儿当然结好缘了，那这个时候啊，当然你可以替你妈妈忏悔，也替你的弟弟跟他的媳妇啊忏悔，然后如果佛教的方法这个吵架是口业啊，供糖水啊，各位像我的水里面我供了很多水，不是通通是茶，这个是甜的，呵呵，甜的，因为小朋友喜欢甜的嘛，那大人才喝茶啊，多供甜水啊，你可以去买用糖泡一泡，然后放好几杯，像我有一阵是别人嘴巴在就有时候我自己表现不好再讲我一点不好，我就一直给他供49杯，一次49杯甜水，啊，各位以后你先生骂你，或是你儿子，你要供糖水、蜂蜜水可以。前一阵子有一位居士送我最香的蜂蜜，师父给你吃哦。我们吃素的人修悲心了，就不愿意吃蜂蜜，但是替他供佛啊，啊，超度所有蜜蜂啊，喜欢蜂蜜的昆虫啊，啊，而且把这个蜂蜜呢。泡甜水替他下施啊，六道众生很喜欢的啊，让蜜蜂蜂蜜跟众生结缘，但我们自己不吃，这样而已，就像很多人没有喝牛奶，这也是个悲心哦。
但是你既然连牛奶都不喝，那你还会生气？那生气的业报超过于你喝牛奶百千万一倍。你既然不喝牛奶，不喝不吃蜂蜜，修悲心，那你就要忍住。谁没有脾气呀？啊，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念三称观音菩萨，回向给伤心的妈妈，回向给他的儿子跟媳妇，也回向给伤心的你，好吗？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那各位，当我们在念的时候，你要想到伤心的妈妈，痛苦的儿子跟他的媳妇啊，要搬出去，孝顺的女儿也痛苦。这个世间业力啊，因缘啊，真的是苦。但没办法，讨报就讨报，报恩就报恩。那我们只能一心忏悔，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这个最重要啊。所以，包括我们等一下唱胎儿超度。生日快乐歌，唱妈妈母亲节快乐歌，我们都是祈求，不是我们给妈妈快乐，我们尽量表现在我们祈求佛菩萨加持我们的妈妈乃至往生的母亲越来越快乐，看到阿弥陀佛，愿与弥陀合为一体啊！所以愿在极乐世界，愿在妙喜净土，愿在药师净土，所以祈求佛菩萨的加持，我们广修功德供养。所以每天我都办一次，我在累积资粮。在这边当然还要感谢很多菩萨提供蛋糕，哎呦，这个买听说一个700块，哦，但是我每次都做了3个，里里外外，这算了不少钱哦，啊，那当然各位可以用，因为我是超度多一点，所以我要准备多啊，饼干牛奶啊，真的要有一点福报。那各位至少买一个小蛋糕也好啊，小饼干。重点我讲到超度，各位施食烟供不在于东西烧多或少，而是你有一颗清净纯洁的心，来靠着诸佛菩萨的菩提心的功德来帮助他。但是少少一杯水都没关系，像我这杯水你看我加了甘露丸呢，里面有一颗甘露丸啊，这是诸佛菩萨功德的总集，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悲心啊、信心来回向就好啊。所以我们最近也不断的在推广素食，我觉得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最大的严重啊，就是因为杀生杀业吃肉。所以各位最近啊，多加入我们创造一个 Go Vegan 素食粉丝，大家把你煮了最好吃的素食的相片跟吃素的功都融入，我们就传出去好不好，让每个人看到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以前蔡云老法师说的，他说只要看到好吃的素食就拿起来念观想给他们吃，虽然我们手上没有食物，我们有一颗心，对方真的过去有煮了这个素食，那这个力量回向给他。那么烧烧烫烫嗡上不来上不来，你要不会念嗡啊哄啊。所以各位你每次在网络上看到点灯，哇，我们有一个点灯的菩提心宝宝点灯群啊，所以那他们点的灯好庄严啊。各位，我们现在疫情时间，像师父最近退休了，我把全部的置业都交给我们湛立法师啊，他们成立慈悲生前会，有道场全部都交给他们，我退休了。然后我们生命电视台跟几个协会，我们宜兰的居士团队也交给他们，我已经与我无关了啊！我现在变成独居老人，这样讲不好听了，这个一个自在的弘法者。因为啊，我觉得我最近比较喜欢直接接触，所以疫情过去了我会 long stay。 哎，你住澎湖我就澎湖住一个月，你住屏东我要去屏东住一个月，我最近在每个地方都住一两个月，然后一直在那边，每天各位都知道上供下施忙啊，我一天至少做20场的烟供啊，然
然后供养蛋糕、点灯，我还要念经，而且呢，我还要了解社会、看新闻。我师父规定的看新闻、了解社会。我最近研究了韩国，研究了日本。特别我们大家是华人，我们对整个中国大陆、对整个华人社会的关怀，要真心去了解，去回向。所以，当然各位如果要找到我啊，可能因为我们有一个最近也成立一个海涛个人办公室在网络上。当然我最近很多不能回答，而且我也没有去参加，因为我认为疫情时间自己惭愧，所以没有参加任何大法会。但是我也认为顺便讲到了，因为我今年算62岁了，我希望我活久一点，所以我利用这一年的时间生活规律，少烦恼，放下。但是我很感谢我们慈悲圣贤协会湛立法师啊、湛乐法师、湛严法师、湛实法师、湛德法师，还有所有的来愿意承担这个慈悲置业。然后我们生命电视台、护生协会、点灯协会、印经协会这些女士大德们愿意承担，非常好，随喜。然后海涛虽然不再有实际的权利、金钱、行政管理，所以，但是我比以前更认真啊！我认为我好像再一次出家，从头开始。所以我每天一有空啊，我看到网络上啊做早晚课，我跟着做。晚上88佛阿弥陀经、小蒙山，哦，我念得可认真了。所以，但最近有一两个出家人跟我一起在修行，很感谢他们护持，他们也很认真。所以我会每个地方，将来疫情过了，每个地方都去住个一两个月，好好的在街上跟你聊天，好不好啊？因为对我来讲，老实说，我很怀念我往生的妈妈。但是我跟我妈妈发个愿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有点生病了，那我妈妈说，那我看到你生病啊，就希望你病在我身上。这个就是妈妈，妈妈就是承担我们所有的痛苦啊，这就是度母的心态。所以我现在走到哪里都觉得看到我爸爸妈妈。所以各位，那个素食店比较没生意的，特别是老人在做，你麻烦你多去吃啦，那个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公园里面散步的人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所以我们每天准备了3-4个蛋糕，哎，我们都没有吃，哎，不吃饭。我每天晚上拜托居士啊，去帮我喂流浪狗。结果我发觉不是流浪狗吃，每天放在地方吃的干干净净，连一点油都不留。后来他们去想，老鼠也跑来吃，啊，鸟也跑来吃。后来我们就开始买鸟饲料啊，买了鼠，哎，各位你要做功德做不完，蚂蚁、老鼠、流浪狗、流浪猫，刚放下去的时候，辨识咒给孤魂野鬼，给它布施水。所以海边、溪边、河边、树下、阴暗的地方，我这边要特别感谢我们大陆地区很多菩萨，哇，用卡车载很多食物去做大烟供，羡慕的要命。我都祈求他们把相片传给我，我很认真念，我真的很认真念。因为现在网络连线很方便，他们去河边放生，跟我网络连线，我就在那边念老半天，很慈悲，他们很慈悲。所以我想各位，整个疫情发展下来，未来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是人类的共业，除非这个人类之间不再斗争了，不再有贪欲了，不再有口业了，不然这些业力债主啊，就不原谅我们，产生了恶性循环。那个细菌啊，你怎么防也防不掉，这个变种的越来越速度越来越快。所以各位，我们想到印度，我们心里很苦。印度就是我们的母亲一样，特别我们佛教徒，有这么多人在受苦，
我们也有什么快乐呢？所以我们只能更忏悔，更精进。各位不管做什么事情，不要为了世间的名利欲望啊，是真心的去超度，真心的去打坐念佛。而且我最近讲，家庭是我们的道场，夫妻、朋友、家庭之间的和谐，互相的忍辱，互相的慈悲是最重要的。最近有几个居士跟我说，他们因为隔离出国回来，隔离14天、21天，跟他先生太太待在一个房子，快发疯了。我说这个你就没修行，你一定要好好的去珍惜这段姻缘，以后会怎么样随缘，但是现在忍辱、慈悲、包容、关爱，这是修行啊，这是基本要做的。好，我借这个，现在我们开始来先一起庆祝母亲节，有一个蛋糕，哎，这个是为天下的母亲，以我们的母亲为主，这个呢为天下所有的胎儿。事实上妈妈最担心的就是儿女，妈妈就算往生都还在担心我们儿女过得快不快乐，你要是事业做得不好，没钱，妈妈都会掉眼泪，不管妈妈在天道，妈妈在净土都还在为你掉眼泪。所以超度堕胎胎儿，更要超度伟大慈悲的妈妈。无论如何，佛法就是母子相遇的关系，不管我们碰到一棵树、一棵草、一只蚂蚁，都是母子相遇，那个叫空性与大悲，那个叫菩提心，那个叫地藏菩萨，那个叫阿弥陀佛。所以我们也为全天下的母亲、胎儿、六道众生点香啊，嗡啊吽，点灯，嗡啊吽，供水，嗡啊吽，我们做各种的布施供养啊，各位多买一些素食饼干，因为这个素食饼干，哎呦，我呢动物喜欢吃，像我喜欢做烟供啊，我还会给它捏碎捏碎，烟供做小小但不间断，不会吵到邻居左右了，捏一捏，加一点加一点啊，所以我们先来供好吗？啊，当然各位食供养哦，供食物，醍醐美味，上妙香米，你可以背，然后去观想，圣凡同享，总无饥。你看，圣人跟凡夫都同样享受这个食物的供养，都不会饥饿。你看，包括恶鬼到地狱道，包括佛菩萨，包括父母，圣凡同享，总无饥，神力妙难施。这佛菩萨一加持的神通力，就遍满甘露，来做供养，然后你嗡啊吽。对不对？嗡阿吽就诸佛菩萨的加持，你的这种信心啊、持戒功德力的融入，然后嗡阿吽就融入众生，清净无量转化，他们通通得到，而且身口意也清净。嗡阿吽，所以大家一起跟我念啊，来，一心祈请诸佛菩萨慈悲降临，母亲节慈悲上供下施，超度大法会。嗡啊吽，我等虔诚孝顺报恩，怀着悲心，愿现世母亲、七世母亲、累世母亲，所有众生皆我母亲，为母亲众生上供下施。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哎。所以各位，这嗡阿吽，我再讲一次哦。一方面供养诸佛菩萨嗡阿吽，二方面自己的供养叫嗡阿吽，把自己的身口意完全放下来供养佛叫菩提心，供养众生叫大悲心啊。所以第一遍嗡阿吽是诸佛菩萨的圆满功德，第二遍嗡阿吽是你的空性愿力，第三遍的嗡阿吽，哎，是所有母亲众生都得到施食。而往生净土，嗡啊吽，灯也一样，嗡啊吽，香也一样，嗡啊吽，水也一样，嗡啊吽，这样来做布施。所以我想，今后有时间，我们可以透过手机，我们一起来练习，好不好啊？
然后各位以后因为疫情嘛，大家不要群聚，你不要说我们这边很安全，没有，不一定。为了整个世界，我们最近比较忍辱一点啊，少去公共场所，大家多戴口罩。现在唯有在自己住的地方还可以不戴口罩，但是呢，也不断的回向整个世界啊。你看看，哎，你看胎儿、地球，地球是我们的道场，代表整个宇宙法界，胎儿代表所有众生，愿他们都成佛啊。所以来，那现在我们来唱生日，先唱妈妈的母亲节快乐歌啊。你看妈妈，哇，我准备最好吃的蛋糕，代表我们的爱啊，点了最庄严的灯，上面放了母亲众生最喜欢吃的水果。各位，这个蛋糕再好吃哦，这个脸不好看都没用。这个脸不是丑，不是漂亮，而是你的脸的这种感恩的心，微笑感恩，就不要花半毛钱，但这个东西也装不出来啊。你的内心里面有没有真正对众生的爱，没有恨的爱，无嗔恨的大悲心，无嗔恨的爱。你爱世界上999个人，有恨一个人，你的爱就有缺陷了，不圆满。所以我们每次讲超度，一定你的心一定要先变成清净的莲花。当然我们现在个性习性的关系没办法马上改，那至少这个时候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那诸佛融入一个佛，你阿弥陀佛地藏菩萨，然后进入你的心，你的心变成一朵清净洁白的莲花，就是佛了。然后由你清净洁白的莲花的心而做上供下施，而为他们念佛持咒，哎，这个蛋糕就变成莲花，变成净土，让我们的父母众生念一下吃即解脱，灯也好，水果也好，糖也好，蛋糕也好，都变成甘露，吃即解脱，好不好啊？所以愿此蛋糕为妈妈，全天下的妈妈众生供养诸佛，嗡啊吽，供养护法善神，嗡啊吽，供养六道众生，嗡啊吽，供养父母祖先，嗡啊吽。简单的念啊，但是各位最主要是我们的心态啊。所以呢，那我们一起唱啊，妈妈健康快乐啊，妈妈健康快乐，妈妈健康快乐，妈妈智慧自在，妈妈往生净土。各位，你也是我的妈妈，我是你儿子哎。所以我们行菩萨道，把众生都当作我们头顶上的爸爸妈妈，就像大势至菩萨啊，放着他爸爸妈妈的骨灰升起一种愿力，愿他所到之处众生都脱离三恶道，往生净土，将来成佛，就像他对待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这样而成为大势至菩萨。观音菩萨把所有轮回痛苦的众生都当成他头顶的阿弥陀佛，他要带领了所有的母亲六道众生到极乐世界，将来成就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果位，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所以如果各位在我们今天母亲节为母亲发起这个大愿而去实践，那个就是最孝顺。我们出家人并不是不要父母，而是感恩父母而发愿出家。我觉得别人我不知道，我出家以后比我在家孝顺我爸爸妈妈1000倍、10000倍、1亿倍啊！以前我还有很多借口要去上班啊，赚钱啊，照顾小孩啊，啊什么什么很多事情忙不完啊，久久才回家一次啊。出了家以后，我对我爸爸妈妈是24小时的在关心跟服务，我想这是我们发菩提心的根源。好，愿天下母亲快乐，愿各位都快乐啊！当然了，有些妈妈都不吃蛋糕，那你要买妈妈喜欢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了啊。再来，我们要帮助所有妈妈最关心的堕胎胎儿，愿他们都
离苦得乐啊。所以为所有堕胎胎儿、六道宝宝、一切众生，以此清净蛋糕，阿弥陀佛，供养诸佛菩萨，供养护法善神，供养六道众生，也供养流产胎儿的爸爸妈妈、历代祖先、各种冤亲债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来唱生日快乐歌啊、哦！大家都会唱了、啊，都背熟了啊！所以，愿所有的小 baby 都变成这个样子，都变成这样，因为吃了这个蛋糕，我们的悲心它就转化了。所以简单的说，各位，佛教叫转化，世间的 baby 变成成佛的样子，就是这个意思啊！啊，我们的爸爸妈妈变成阿弥陀佛，哎，往生净土将来已经成阿弥陀佛了。所以来祝福所有现世的宝宝。所以各位，你要你爸爸妈妈快乐吗？你一定要健康快乐啊，爸爸妈妈就快乐，好不好啊？你一定要健康快乐。最近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爸爸妈妈学佛吃素，然后呢，他不是佛教徒，但是他还是很想孝顺他爸爸妈妈，要怎么做？我说你信仰任何宗教都没关系，但是为了让你爸爸妈妈快乐，他吃素你就跟着他吃素，他拜佛那你就跟他拜，只是你观想拜你的神就好了吗？这个就是孝顺、哎、我想宗教只是一个外表，我想孝顺是不分宗教，不管你是任何宗教，我都跟你一样，这样就好了。就像我去助念，有时候我有一次去荣总，哎，对方他往生者是个基督教徒，而且盖着十字架，那但是他其中一个儿女居然叫我去，而且他家里也同意，他家埋开放了，但是我去那边，我以前我也参与过，所以我把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告诉了对方啊，所以希望他能够到上帝的地方，所以我想这是一种尊敬啊，所以当然他的福报够了看到上帝，搞不好福报够了看到阿弥陀佛啊，都一样了，只要他能够升天升净土，不要痛苦，一步一步来，所以我们要彼此尊重啊，这个重要。好，我们大家一起念啊、哦、各位看到我们四周左右都是我们的宝宝，但是我也希望各位啊，在家里你也可以请一个这样代表所有被堕胎的胎儿，好吗？有些人说师父，我堕胎三个我就买三个，那你还是自私，无所谓，但是这个三个它代表所有的胎儿，你为所有被堕胎的胎儿而努力修功德，也回向给他、啊、那个胎儿多快乐啊，我爸爸妈妈多慈悲啊啊！当然菩提心就包括了惭愧心啊，惭愧心、忏悔心啊，相信因果啊，啊，平等无我的空性的智慧啊，平等承担的悲心啊，愿你跟所有胎儿都愿成佛的菩提心啊。当然我再背一次给各位听，那你升起这样的真实的修行，那你的宝宝以你为荣啊，以你为荣啊，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一级一切所有宝宝都是未来佛啊、而希望他们今天在母亲节得到所有母亲的关爱，超度胎儿最主要是你要表达你爱他、呵护他、抱着他、不舍弃他，千万不要说宝宝你赶快去庙洗净土啊，不要回来找我、嗯、你太不慈悲了，哎，去庙洗净土去极乐世界是来去自如了，不是离开你啊，是变一切处的，他的心态就像意识卫星一样变一切处的，无来无去啊，对不对、好，大家一起唱啊，宝宝生日快乐，会不会唱啊？真心的啊，真心的啊，你也变成宝宝，然后他们都坐在莲花上面，然后所有妈妈爸爸都好快乐，所有的食物他们都用得到吃得到啊，可以洗澡啊，哎，可以做任何事情啊啊，来，宝宝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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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不动如来，南无观音菩萨，南无地藏菩萨，宝宝往生净土。哎，
记住啊，虽然我们出家了，更要比世间人更爱父母，更爱胎儿，更爱动物。修行要记住啊，千万不要说我修行了我就酷酷了，不跟人家讲话，不跟人家接触，那错了啊。各位很努力的跟所有众生接触哦，胎儿可以吃好的用好的啊，给他们最大的快乐，这样是最重要的。再来借这个机会，我也要来念念咒吧，念念咒，希望各位的父母祖先往生者也得到超度。然后呢，大家念咒之前，你看我还特别准备黄金呢，哎，黄金，各位，这特别去买的，99%纯金呢，哎，这个东西啊，我有时候故意做小小烟供啊，我就会烧，这个最容易烧了。然后如果刚好风很强啊，我就会随着风让它飘出去，哦，飘出飘了很远，让他们得到黄金，一张4块钱台币。你可以上网自己买纯金，为他们做供养啊，供养诸佛，回向众生，为他们供养，准备一切啊，就是说在世间的善法欲望满足他们，有水啊、茶啊、可乐啊，啊，各样最好的。包括各位看到后面的动物啊，里面各种的动物啊，然后呢，他们吃的喝的啊，什么都最好啊。我在外面小小的阳台还摆着草啊、菜啊、水果啊，给动物吃。哎，等一下我拍给你看。现在我们来念西方极乐世界，各位你要观想啊，观想。下回我们电视啊，慢慢在做了。极乐世界八功德啊，庄严的，各位网络上都有了，你就拿一张相片，你最好把极乐世界庄严图。最近我们做一个杯子，为了要做八功德水，把极乐世界的状况跟八功德画在杯子上面，啊，画在杯子上面以后，各位就供水，就是极乐世界的八功德水，啊，去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好，我们现在开始来超度了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往生的妈妈、父母、祖先，往生的胎儿，往生极乐世界。来，各位，我再念一次啊、哦！当你在念阿弥陀佛或往生咒的时候，你还是要先观想十方诸佛菩萨汇集在你的头顶，进入你的心，变成阿弥陀佛，所以你的心变成阿弥陀佛净土，这样啊，先如此，然后以阿弥陀佛跟净土啊的殊胜在莲花上去念往生咒念佛，然后你想到的对象都变成阿弥陀佛，地狱也变成极乐世界，地狱的众生都变成莲花上面的阿弥陀佛，啊，要这样子观想啊，一方面就是对上的信心祈求，对自己的转化保持空性清净心，应无所住，对下的悲心承担，地狱恶鬼道都变成极乐世界，啊，所有众生外表都变成阿弥陀佛，所以爸爸妈妈变成阿弥陀佛。很多人我说我爸爸妈妈还活着呢，他变阿弥陀佛，就活着更要变阿弥陀佛啊！观想爸爸妈妈都变阿弥陀佛，变观音菩萨啊，所有小胎儿都变成阿弥陀佛，超度他们，好不好？这个叫念咒啊！再讲一次啊，来。那么阿弥陀佛耶多那揭多耶多尼耶那阿弥陀佛比阿弥陀悉达摩比阿弥陀比迦那帝阿弥陀比迦那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揭弥萨婆诃。我再念两次，各位不念也没关系啊。然后呢，就是要转化。我最近请人家上网，这是日本人做的这个恶鬼道的公仔，有7个恶鬼啊，吃饭的恶鬼，喝咖啡的恶鬼啊，缺水的恶鬼啊。在扫地的恶鬼，各种各种的啦。但是等一下我也会再拍一次给各位看，这小小的一个不到80块台币吧。啊，然后各位如果你喜欢超度，有这个形象啊，你会更认真一点啊。然后我们希望这些众生呢、啊、都得到超度啊，有吃有喝，先满足他们哦，不生病啦，有吃有喝啊，啊，有衣服穿啦、啊，洗过澡啦、啊，然后呢，哎，带着往生咒超度他们。所以我你不会念没关系，你负责观想啊，你关心的对象，以关心自己的对象，然后去关心其他的众生啊。所以你观想你爸爸妈妈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健康快乐清净，心如莲花，往生的父母祖先得到阿弥陀佛的超度，堕胎胎儿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引，他们说宝宝都坐在
莲花上变成阿弥陀佛，变得好庄严啊！那么阿弥陀佛耶多，他解多耶多，揭他阿弥利多比阿弥利多悉檀波比阿弥利多毗迦兰比阿弥利多毗迦兰多，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沙婆诃。我们念一下佛号啊，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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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各位发个愿啊，每天有时间念1080声阿弥陀佛的圣号，然后你念的时候就观想，分别观想印度啊、堕胎胎儿啊、被杀的牛，都变成阿弥陀佛，都变成坐在莲花上啊。一方面修悲心，二方面对佛陀的信心，二三方面修空性的清净啊。再来，我们念不动佛心咒，因为呢，这个不动佛满众生愿，所以叫妙喜。你要皇宫给你皇宫啊，你要吃给你吃。你要娶100个老婆，给你100个老婆，这就是不动佛净土的不可思议，所以叫妙喜。它这个喜是跟是由空性幻化，不动罗的不动佛的悲心显现满你的愿，事实上还是幻化的。只有从先满你的愿以后，慢慢引导你学佛啊。所以任何三恶道众生，乃是活的时候造十恶业，乃是贪嗔痴三毒恶业很重的众生，临命终的时候。有信心听到不动佛心咒，看到佛不动佛心咒，乃是圣佛不动佛的形象，他就可以脱离三途，往生妙喜净土，所以叫净除一切业障，得生净土陀罗尼，叫圣佛往生咒。感谢玄奘法师大慈大悲为我们翻译啊，所以现在大家一起啊念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哦，观想啊，妙喜净土现前，十方诸佛都变成蓝色的不动佛进入你的心，你也变成不动佛。然后你所念到的，或是你现在不念，你观想到的，都变成他们在妙喜世界，都变成不动佛的形象。哎，各自有皇宫哦啊。那么波揭发帝阿苏比亚当那格当那欧来欧地三藐三菩提。大智大干个啦干个罗个罗个啦赞赞赞赞地行啦赞地行啦萨瓦噶玛巴拉巴拉那咩萨瓦萨多南多多哈啊！我再念一次，然后呢，那各位再观想啊。那么赞啦赞呀干个啦干个啦罗个啦罗个啦赞赞赞赞啦赞地行啦赞地行啦萨瓦噶玛巴拉巴拉那咩萨瓦萨多南多多哈。那么波揭发帝阿处比亚梭哈，各位可以这样念：叫你南无不动如来，那么波揭发帝阿处比亚梭哈。或是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南无不动如来。当愿父母祖先六道众生皆得往生妙喜净土。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我现在拿着甘露水啊，各位可以在家里这样做啊，一直念开咽喉咒、甘露水真言，各种的跟水有关的咒言，就在家里这样念念念。然后最后你出门啦、啊，哎，就把这个水洒出去啊。然后我有时候会念念在一杯，念很久。然后再把这一杯倒在另外49杯比较大杯的，都会倒倒倒倒，然后这49杯为他们上供，然后呢，趁晚上人家睡觉，我就从墙壁慢慢淋了，或是他们居士出去，拜托他们拿出去给我撒在外面，啊，所以各位麻烦，现在这一段业力很重啊，这是因为新冠肺炎啊，各种的口业问题、杀业问题，希望大家多做水的上供下施。所以我们最近有做设计两个形式的杯子，那个杯子前面放着玉佛像，所有水的功德剂啊，就是说你把这个水倒下去就等于玉佛了，供佛了，然后这个水又下施了，然后这个水再把它洒到各种地方啊，所以我们会做很多，听说6月份才会做好，又便宜一个，做好包括运费不超过4块钱台币，但是我希望能够每一个人送各位。结缘七个啊，各位在家里共七杯啊，七杯就代表为佛菩萨，然后为六道众生都供养了，然后供养七杯以后，每天有个装好到处去撒啊，然后再来呢又会做，你看看啊，这个看起来漂漂亮亮啊，但是这个不要买卖啊，我们大家结缘啊，然后很庄严了，然后呢这些杯子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所以
上面有玉佛像，有各种玉佛祭师、功德祭功，各种，然后呢，来做各种的功德。那最近又画了极乐世界庄严图了，然后希望大家都是用八功德水上供下施。那很简单啊，所以好，所有八德供养十方。浊诸恶业六道清凉，为母亲，为所有胎儿，为六道众生上供下施。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嗡波波帝，一切多利那那耶多，嗡波波帝，一切多利那那耶多。我们娑罗波罗蜜多，大智龙，娑罗娑罗波罗娑罗娑婆诃。大帝耶那呗耶那呗耶那阿呗耶那那三摩耶娑，嗡巴拉巴拉三巴拉伊那那个秀藏尼吽卢伽吽伽娑呗耶呗耶阿摩诃三摩诃。各位，你可以背很多跟水有关系的咒语啊，嗡多伦多伦迦多伦娑哈，嗡瓦苏多利娑哈，嗡达赖多达赖多赖娑哈。太多了，嗡普隆说话，嗡阿弥达阿尤代理说，嗡瓦苏多利说话，嗡北马卓拉阿赖耶昌巴拉悉达耶吽呗。所以各位最近比较少出门，多背一些佛号跟咒，而不是说光会背，而是这里面有运心做观，有真实的悲心、菩提心去融入、相信、融入慈悲啊，这样来帮助更多的众生。好，那现在我要开始拿着摄影机。来跟各位介绍介绍，我希望各位佛法融入在家庭里面了，然后你家就是一个慈悲道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可以了啊。所以，然后呢，就可以安排你的修行。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哎呀，他没去道场就不容易修行，但是我觉得修行呢。是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啊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啊，我们对着整个地球在念。今天我在中尊摆着大势至菩萨，右边各位是看到了。我们最近也有做一些，这是日本青铜的紫安地藏，比较贵，但是我们现在拿这个做模子啊，做成跟这个玉佛像一样，就很便宜了啊，就可以。跟别人结缘，那也有人特别问我说：“哎，那个狗是什么？那一只是什么？”那是地藏菩萨的坐骑谛听，后面是华严经啊。然后我为什么摆这么多佛像呢？各位，你摆越多啊，你供一杯水等于供49尊佛啊。你摆了10尊佛像不一样，你供一次香等于10尊佛都接受你供养啊。而且同样的佛像越多尊呢，等比增呢，哇，那就更多了。啊，有人问我那个结缘品从哪里拿？那我现在要拜托我们台北民生西路300号2楼，慈悲生协会的刘师姐几位师姐帮忙。那如果我们结缘品做好了，寄在他那边，那你再跟他们联络啊。但是都是结缘的啦。当然，各位有些人说他要注印，那也是好事啊，那是好事。再来，你看我前面供了这个，今天中午啊，我特别为我妈妈把我的便当菜分一半饭，苹果、芒果，妈妈最喜欢喝的茶，所以我希望各位，如果你今天没做，晚上亲自为你爸爸妈妈活的，你做给他吃，你请他吃，往生的，你做一顿好的饭菜。然后呢，为妈妈上供下施，不是光供养妈妈哦，所有众生的妈妈，家里土地公、地基主的妈妈，都是我们的妈妈一样，让妈妈感动啊！哎呦，这个小孩子孝顺做这么大，我妈妈喜欢喝茶，所以我泡个茶啊。那这一杯，这个不是茶，醋，为什么？这个醋古时候是药，各位可以用醋啊，加点热开水。然后呢，可以消除魔障啊，而且众生皮肤流血啊，就是如此。供茶啊，然后我们最近也做这个点灯杯啊，故意上面有佛像啊，然后晚上这个佛像会显现光啊，那些字咒语会显现啊，一杯，你看小花园供水，我自己写的，每天忏悔修福生大悲心啊。当然，这个水杯各位自己买，好便宜啊！然后你可以买49个啊，108个啊，跟别人结缘也可以7个啊，让他们每天上供下施
啊，然后水可以到处布施了啊，然后呢，花，哎，在供花，花有花神呢，我有时候还有供这些法器呀、啊，所以这些动物，每一种，特别鸡猪，我特别在乎了，每天被吃最多海鲜呢、啊，每天超度他们，每天供养他们啊，愿他们离苦，然后准备他们喜欢吃的糖果饮料，那当然这些。小小的，但是会让你感觉到很温馨，让宝宝大家一起洗澡快乐等等。那现在我要到外面的小阳台啊，这个小阳台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跟各位说如何做功德。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天天在浴佛洗澡，但是各位。上供要记得下施，所以我去买了这个台币900块，塑胶的，他们是在放在洗衣机旁边在洗衣服啊，但是我把它当做小浴缸，然后中间买了一个加热器，啊，这个冷水一放以后啊，加热器10分钟它就热了，然后就用这个水来让所有，既然我们超度嘛，都来浴佛啊。都变成八功德水，然后呢就会念浴佛偈，然后呢，这里面我要教各位一个啊，我把浴佛像啊都摆在这个水，就是我每天都在为他们浴佛，然后呢让他们呢来参加洗澡了，都可以得到浴佛水的加持。我今灌木诸如来，净智庄严功德海。五浊众生离尘垢，同证如来净法身啊！所以我一完水以后，这个水温温的，哎，宝宝洗澡，他很快乐啊！鱼啊，动物啊，旁边摆一些饮料啊，还有我们华人最知道了，拜祖先一定要准备一盆水、毛巾，让他们洗洗脸，好不好啊？哎，有些菩萨还会折衣服，哎，还给他们穿新衣服，这个是一种悲心。那各位可以天天做，我大概一天呢做5、6次，水冷了再给它加热，再加一点水，那这个水又给它喝，甘露水啊，药师咒水啊，然后呢，一段时间就给它加一颗甘露丸，哦，让他们呢接触得解脱。我手上拿的甘露丸然后放下去，哇，他们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然后我正在做烟供啊，这个烟供你各位看到啊。我这边有胃肠药啊，心脏药啊，消除癌症的药啊，消除流血的药啊，白芝麻。然后呢，等到烟供差不多了，然后我就会放下去啊，哇，这个小小的，其实烟供不要做太大，才不会干扰邻居嘛，啊，然后先用烟供粉。你可以买各种的药，胃肠不好，中药粉很便宜啊，对不对？然后这样小小的做，细水长流。当然有时候我点很大，就趁邻居都不在的时候，反正我做不了太多久，马上就会搬了。但是各位如果方便最好。那再来，下面每天为他们点灯，各位至少要点一个。为什么？晚上傍晚一点灯，他们可以脱离爱别离苦，可以看到极乐世界啊。这个里面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烟供，上面有咒语。如果你在上面做烟供，他们可以超度，然后准备饭菜啊、苹果汁啊。下面这一层我是为动物道，他们喜欢吃植物啊，这些。这里面有一包小小饼干，对不起，小小饼干我做什么？就是做烟供的时候啊，撒在上面，撒在上面啊，让他们离苦，就是这样。好，还有一个。我把小的佛像啊，这个是恶鬼道啊，请过来，然后呢，各种的恶鬼道，每天希望他们带着更多恶鬼来得到超度了啊，这很简单。好，那大概简单的跟各位做这些介绍啊，所以。愿大家把你的
家庭做成一个慈悲道场。当然，你不见得要学我一样摆这么多了，你只要摆一尊小小的浴佛，我们这个浴佛也做好了，会交给台北。然后呢，各位可以反正结缘放在家里啊。你有小尊玉佛，自己有个盘子，找一个瓢子，就可以天天玉佛，啊，甚至以前我们都送过小的华严经塔，最近也可能会做一些，然后大家就互相结缘。好，那今天的法会就到这个地方，透过网络大家互相交流，但是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孝顺、慈悲。这是最重要的，当然，希望大家保持健康，永远有一颗清净纯洁的心，这是最重要，修行的基本。如果你的心离开了清净纯洁，那你起的分别烦恼痛苦就会来哦。那怎么办？赶快转化。各位还看到我们放了一个，上回介绍过了，七星灯，这是圣诞树放了七星灯。代表七佛如来的加持，药师七佛的加持，愿升天的升天无论如何，晚上我就会放在外面阴暗的地方，亮亮的又安全，所以希望对众生有帮助，事实上是帮助我们自己修慈悲心。所以感谢今天母亲节，透过作为母亲的孝顺跟报恩，大家就升起慈心悲心，而愿发起菩提心，这也最重要。最后来跟我们一起回向，愿以此功德，母亲节庆祝功德，堕胎宝宝、六道众生、生日蛋糕、慈悲超度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好，下回再见，阿弥陀佛。